俊谷现在是在甘肃省临夏市永靖县，我在这里啊发现一座非常奇特的寺庙，你看它是贴在这个崖壁上方哦，非常有悬空寺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就上去上方去看一看。在这里还有一整排转金筒，转金呢就是要这样子从左往右啊。救济万民，刚刚有人在这里烧了香。这座寺庙是叫做罗家洞寺，看起来并不会太高哦。现在就沿着阶梯啊往上面走。这座是寺庙的白塔，也叫做金塔。临夏市的砖雕啊是非常出名的，你看这些砖雕啊是雕刻的非常的精细。我看到这边的墙壁啊是有一些开裂了，他们是用这种钢管啊去支撑着。半山上还有一个六角亭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罗家洞。这真的是贴着崖壁建的寺庙啊。来到这个阶梯啊就算是上到一半了，看一下另外一边啊，就是可以看到永靖县城的全景。罗家洞寺是一座藏汉合璧的寺庙，该寺庙建于明朝景泰元年，到清同治十一年被一场大火烧毁。清光绪年间，一位本地的善士罗仲成首倡并四处募资修庙，到1958年寺庙再度被毁。1982年在当地信众的倡议下，寺庙得以再建，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，香火更盛。密宗古刹，到这一段呢就要穿过这个山体啊才能够上去了。这一边呢就是罗家洞寺的主体建筑啊，但是呢在这个殿堂里面呢是不可以去拍照的。在另外一边呢也是有着很多洞窟，其中一些洞窟呢是被放置了一些神仙的雕像，像这个呢就是观音洞。但是这下面这条通道啊是不能够过去，这里写着落石危险，禁止通行。罗家洞寺还有一个传说，据说该寺的第一任法师叫做潘唐瓦切吉洛珠，是尼泊尔的一名比丘。他潜修密宗，造诣博深，为求正果，遵其师主，远涉东土，行程万里，来到刘家峡炳林寺。夜宿寺中，梦见他的师父说：“你再向东行，见一处红崖赤壁，剑锋刀削，白土盖头，黄河弯曲似太极图，而且河水向西倒流之地，就是你修炼之处。”次日，潘唐瓦切一路向东走去，果然见一处红山白头、黄河水倒流、长满珊瑚树、形似太极图的地方，与师父所说的丝毫不差。于是便留了下来，在半山腰的岩洞里闭关修炼。春来夏往，当地有一长者叫罗荣，见此状，便带头捐资与众乡邻一起修建了罗家洞寺。寺庙建成后，前来上香求神者众多，一时轰动四方。